世界上有很多小可爱，私信问酱姐姐，酱姐姐，酱姐姐，如果你能把假水骂出网格花，我就服了你。听到这里呢，我心里不禁暗暗的发笑。作为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美丽博主，用假水来拉网格花，对于我来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嘛。假水那么 Q 弹，那么顺滑，怎么可能拉出网格花呢？那给你们试一下。哎呀，一拉这个花就塌掉了，真的好难拉呀！咦，好像可以拉出来。这花也塌掉了，真的好难拉呀。我们把这个蓝瓶扔给小绿，顺便恶搞恶搞他。嘿，小绿，你会不会用假水来拉网格花？这么简单你还问我？你是美丽博主还是我是美丽博主？当然，我们俩都是美丽博主了。那你拉一个网格花来给我看看。如果我拉出网格花，你就得吃大便粑粑哟。那如果你拉不出网格花来，那我吃。哦，来拉给我看看。给网格，给我这个嘛，我才不要了。那你怎么拉？看好了。不就是花吗？你看我拉起来，哎，拉拉花，哎，拉！我今天又创新了一个新式玩法，拉花。你说拉花竟然是这种拉花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居然无敌反驳！赶紧去吃大便粑粑。大便粑粑来也！上面还有一个苍蝇，你看到吗？对，好大只，哎。啊！你干嘛？这么激动？看到我吃粑粑屎了啊？这什么？还挺好吃的。巧克力？还有没有？我也想吃啊。还有一坨。在哪？出门左转。出门左转。那么快走吧。